游戏的长度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，今天我们看能不能玩完。那这是在讲一个 SCP 的都市传说，不过我看它的图片是比较简陋的，所以我有点害怕，因为最近没什么游戏了，所以我这款游戏我没有特别筛选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跟上次那个玛丽电话一样吗？不一样。SCP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好，这都内建的图片，好久没看到了。是否要跳过开场呢？不要。等一下，我刚是按不要还是要？等一下。是否要跳过开场？不要。哇，好内建哦。最近的森林里面呢，不太平静呢。是啊，我家的小鬼也说森林里面看到奇怪的影子。是不是该报警啊？说不定是熊或是狼之类的跑到森林里了。这也不是报警吧，这是找消防队吧？好像也不是，是找那个农务局吗？哎，林业局？哎，我不知道。干什么？那是什么鬼东西？不要靠过来！刚刚中间很像长老的人。前日于美国怀俄明州所发现的异常现象，暂定为 SCP-1983， 已将当地村落居民全部杀害。派遣机动部队 CHIE-3 以及 CHIE-5。前往进行异常现象收容行动，由特工 Morris 指挥。如判断无法收容，于当地设立收容措施，禁止平民接近此区域，并于各出入口设立哨站，全面封锁此地。所以 SCP 有兴趣的可以去搜 Google 一下，应该就知道是什么了。D14134，接下来要执行。不好意思，长官，我有名字的。好的，D14134，完全不理人。接下来的任务将由你带着闭路摄影机从前面进入。进入 SCP-1983 之后，麻烦你将门关住，避免出现不可预期的事故。目前派遣去的两组派遣队呢，皆无传回音讯。研判内部无法传达讯息至外部。接下来也不会给你任何的通讯设备，会直接由闭路摄影机回传，并希望你并找寻失踪的派遣队以及特工 Morris。之后，请你们向门外的基金会人员呢领取摄影机。好的。SCP。刚刚那些是特工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好，走吧。好，阳春，超阳春的，好久没玩这种了。不过也因为这样的选择方式，有可能会漏掉一些好游戏呢。就是说，我的想法是说，你有余力去做这些物件，去找这些模组物件，比方说你的剧情应该不会太差，我都是这样想的。同样的命令，请不要让我重复第二次。OK， 好的，对不起嘛。来，好，对不起，不问了。这个人死定了，这个人是主角，是我哎，应该可以活得出来吧？超像我们学校的教授，你说像学务主任之类的吗？也只能叫你学号啊，因为现在不能秀名字了吗？女生好像不能秀名字了，男生好像还可以秀，真是差别待遇。绿色的地方都透到桌面了，绿色地方。背景，真的耶。作者。这是，等一下，我再压一个背景。
啊，太扯了，作者，这样子没问题吗？好，我再压个背景。哎，这样会拖出去，是什么意思？咦？为什么会拖出去？为什么？那我再研究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没理由啊，这什么操作？没遇过，好神奇哦！他怎么做的？你好，我知道，D14134，你需要装备在这里，需要我另外跟你说明如何使用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摄影机，你谁？你谁？咦？哦，感谢夏一的新会员，谢谢你哦。奇怪，怎么这次通知又不跳了？现在通知是坏掉了，还是怎样？还是要等一下才会出现。水井，不过我印象中 Discord 好像没有你诶，你在跟我说你是谁，我在帮你调身份组。咦，有了，谢谢夏一的新会员。对啊，主角是个大叔诶，我多久没有，他叫西萨，很久没有操纵大叔了。好，我们就照着游戏玩吧。笔记的产业编号等特编号是 Cater，Cater 是 SCP 里面怪物的等级，反正 SCP 就是美国的一个，这应该是假的嘛，是个都市传说嘛，反正里面就会收容很多怪物，或者是不可就非超自然的现象的东西都有。然后他们会分等级，Cater 是一个等级，我记得是最高的，最强如果是第一级的话，这是第二级吧。特殊生物措施，你要死了，傻蛋！如果你看到这张纸，绝对不要进去那扇门。你非得进来的话呢，记得把门关上。好，把门关上。关起来了。关起来了。我刚刚出去，直接把门关起来，这倒蛮特别的。哎，好像没有玩过要把门关起来的。大家都直接开门说：“我出不去了。”好，各种酒类的柜子，每个人都有说不出口的秘密。你有秘密吗？哎，没有秘密呢。这还会透出去吗？哎，不会透了，不会透了。好，不会透了。不对啊，床还是会透呢。我先把它关掉好了。他的床还是会透出去。哎，刚好是个腿的形状。哎呦，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啊？好，继续。对，还有一个腿在那边，太刚好了吧？我在游戏里面是看到绿色的床啊，为什么我的游戏我的那个截取里面出现不了啊？好，继续吧。各种各样的农业用书，不明的罐子，真恶心哦。各种的杂物，这间房间的意义是什么？先把门关上吧。门。我关上了。等一下被请回再透明化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他真的会，怎么会透明化？厕所，也太高级了吧！还有我今天的声音好像有点大声，小声一点好了。不过目前我这样开台都没有旁边的邻居来敲门，应该还好。桌上怎么会有食物呢？这边不是没有人居住吗？怎么会有食物呢？
饭菜居然是热的，奇怪了，这边不是应该没有人居住吗？哎，先生，你说两次了，主角，我们的萨哥，还有什么阿萨哦，西萨，对不起，好，仿佛有人在做菜一般。嗯，这边都没有东西呢。哦，门锁住了，哇！笔记残页二，哎，前面有东西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有点不妙的，哎，这里是哪里？我刚刚不是在房子里面吗？没时间了，快跑！怎么紧追不舍的？好快！那应该追不上来了。看来是过不来的，应该没事了。不过，怎么又绕回这里呢？可是，好像不太一样了。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怎么一回事呢？对，不是人住的，是怪物住的。他是把那怪物先收容在这个区域吧？所以我们。寒夜二，看来你还是不听劝告跑进来了。如果你还是没有把门关上，现在马上回去关上那该死的门。相信你已经看到这栋诡异建筑奇怪的地方了，不用想从大门回去，你跟我一样被关在这里了。请你，应该不是，应该在关门之前，你应该贴在那个门的后面。我要去关门的时候看到那张纸，我就会逃出去了。但你没说。把门关上是你唯一做好的事。我是特工，巴克雷吗？或许你在这里看到这篇报告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。好的，怎么你们的名字都那么奇怪呢？施术者本身的心头血，心头血什么东西？施术者之魂，羊头骨磨成粉末时刻跟鸡血一身。其余的部分呢，已经由先生帮忙准备了。相信主神会让我们的女儿痊愈的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明明在讲西方的事情，突然有点东方的感觉？这份清单又是什么呢？SCP 的项目等级，对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还是我刚刚讲错吗？因为这个印象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我瞄过那个网站了。啊，今天本来想要做朗读，是做 SCP 的，可没想到有人做过，好扯。他那个朗读可以出个两三百集都没问题。啊，不想回去面对那鬼东西了。妹子，有妹子，太好了，妹子，这个妹子是封面那个妹子吧？其实我没有存档哎，这边，你是谁？为什么在我家？抱歉，我知道这么说很奇怪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这边还有人，什么意思？能请问一下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我明明记得这边是通往出口的大门。又是你这个家伙，怎么老是追不停呢？小妹妹，你快离开这里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。可是，别可是，你赶快逃，我来吸引他。可是这明明是我家，你跑进来把怪物带过来的，感觉好像打进棉花一样。好恶心的感觉，人跑掉就好了，我也得赶快闪人。你怎么走的？咦？等下，等下，作者，这不对啊！他怎么走的？他是宝可梦战斗按逃跑一样的概念吗？那声音还一模一样的。这里是我爸爸的房间，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家里乱跑？而我是西萨，为什么名字不一样了？
我 CCP 基金会的低级人员被派来这里调查这边发生异象的原因。像错字了，异象的像是那个像吗？应该景象的像吧？什么异象？这里明明是我家，没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奇怪的是你这个人闯到别人家里面吧？我知道，我看起来很奇怪，但请你相信我没有恶意，我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。我现在也想离开这里。小妹妹，你没有看到那些奇怪的影子吗？他们会随意攻击人，你待在这里很危险。要不要跟我一起找离开这里的路呢？就跟你说了，这里是我家，我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更何况你不是迷路了吗？嗯，好吧，我很抱歉，只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离开这里。能请你带我出去吗？真的是，我知道了，我就带你出去吧。爱丽丝加入了队伍。爱丽丝，萝莉吗？她看起来不像萝莉耶。新年快乐哦，我刚忘了讲了，对不起。那当然了，不然你以为这里是游乐园的鬼屋吗？怎么那么凶啊，凶巴巴？凶巴巴，好啦，是我的错啦。对啊，西萨萨刚刚写错了。好，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怎么到外面来了？这里是我家的后院笼舍，你没有看那边有羊吗？那是羊吗？哦，是羊，是羊。抱歉。为什么会从房间里通往后院呢？你在想什么？快走了，不然我把你丢在这里了。这个爱丽丝人蛮好的。哎，我真的有点懒得讲了。这栋房子根本没有办法用常理来理解。可是这个 SCP 是门欸，它应该是会创造出空间的吧？可是哦，没事，不要乱翻好吗？女孩子衣柜是不可以让你这样随便开的。不理他，不理他。这些是我的药，我高中的时候生了一场病，身体就一直不太好。啊，他已经高中以上了，他不是萝莉了。几岁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我是萝莉了。怎么会有一点海风的味道呢？还有水的声音，这里不应该是我家地下室吗？对啊，这不应该是你家的地下室吗？我觉得是他莫名其妙被卷到这个地方的。执迷不悟的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所犯下的罪行。木然无情之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失去了什么。不一定眼见为凭。感觉走过去会死欸。咦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他这个要一直试，一直试。咦，太好了，这里是。你那么惊讶干嘛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这里是我以前带女儿来玩的海滩，你看前面还有那个时候带来的东西。没道理啊，难不成普通人家里地下室跑出一片海就有逻辑可言吗？你今天好像很呛哦。这女角是什么意思？从来没遇过这么凶的。好的，超凶欸。这里都是他那天在海滩上面画的，这东西是农场主人的项链。这是我爸爸的项链，不是你妈妈的。这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，他从来没有拿下来过。难道他出事了吗？
我们得马上去找他。你冷静点，还没有确定你爸是否出事了，更何况你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，不是吗？那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歇斯底里啊？怎么又是这家伙？阴魂不散的，我们快走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跑出路来，但也没有办法回头了，只能赶快往前了。哎哎哎！好，绝对不能被夺走！什么被夺走？我没有夺你的东西。这里是，好像餐厅。这里是我之前服刑的监狱餐厅。服刑？你待过监狱吗？因为某些意外，所以我曾经在监狱里待了5年。算了，先不管你之前怎么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我爸爸。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，只希望那鬼东西别再出现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通来这里。鱼，鱼，都是鱼，这鱼绿绿的，好恶心啊！都不能看。哎，不是萝莉了，玩的感觉兴致降低，可恶，门锁住了。曾经的错误，不愿面对的过去，唯有虚心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原谅，真诚面对自己。这个 BGM 是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不要到每个地方都乱翻别人东西啊？这样乱翻也不可能找到什么东西吧？谁说的呢？搞不好可以找到哦，我们来找找看。翻翻翻，这个人一直吐槽我诶。这个东西是破碎残页四，还真的能让你找到东西呢，很呛的女主，凶巴巴。